中午时间到了，刘德华的歌迷们手机赶快拿起来看，因为四场小巨蛋的演唱会抽选票今天中午11:28陆续放榜，主办单位稍早就公布了抢票的数量，从8月25号下午3:28到30号的下午3:28为止，总共有84万人次进行登记，抢购四场大约4万张的门票，所以中奖率很低哦，不到5%，只有4.7%，会用简讯还有 email 通知，已经有不少人收到了，但是要记得9月号之前要去付款才算购买完成。而这次抽选的时候呢，主办单位也说有法律事务所的律师到场见证公平性。天王暌违11年公蛋，目前看网友的推断，应该是还在陆续寄信寄简讯当中，所以还没有收到简讯的人可以再等一下，希望各位歌迷都能够顺利入场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